如何皈依莲生活佛？一、写信姚冠鼎皈依。欲皈依的弟子，只要在农历初一或十五日的清晨七时，面向东方，太阳升起之方向，念四皈依咒：南无咕噜贝，南无布达耶，南无达摩耶，南无三克耶。莲生活佛指引皈依真佛，三称三拜。而后将自己的姓名、住址和年龄及附上随意供佛费，寄到莲生活佛联络处，交由真佛宗宗委会办事处代为办理皈依事宜。宗委会收到皈依信后，将会寄给皈依证书及根本上师法相。二，在各地代师弘法的真佛宗金刚上师代师灌顶，并办理皈依手续及代发皈依证书。三，接受根本上师亲自灌顶皈依，并发给皈依证书。